我把第二套的指路拳再演练一遍，第二段哈。好，第二段就到这。下面把第二段的动作分解给大家演练哈。上一段是到抱球式，抱球式以后接着油汤锤，两掌握拳。往左边，同时左脚摆步，两个手到腰间的时候再往上顶，同时上步哈。下一次摆腰过来，还是像上面那个油汤锤。接下来是翻身双臂锤。直接转身360度哈，两个前不动，还是用前翻一圈成马步哈。好，接下来是下肚锤，右脚收回，左手再上，右手往下肚锤，转身左腿都要往后朝腿，接下来顺步弹踢，弹腿，同时把手往前甩哈。好，再接下来劈叉是右腿往外迈一步，左腿收回，再出腿，两掌变锤，劈哈，往这边劈。然后接下来臂伸十字腿，左脚收回，跟右脚并拢，同时左锤放一身边以后，臂往这边臂哈，我搁这边来个动作。劈了以后收回臂锤，劈完以后臂，好，这边哈，收回。好，接下来垫步拦马锤，先把右脚左脚出去，右脚上前垫步，我这慢就是快一点啊，我快一点给你做一下垫步拦马锤哈，就是要跳一下，上步，再上马步，啊，再接下来几锤直接身体跟腿都不动，只有右手往上几锤哈。接下来是叉掌，摆步，左脚先摆，左脚摆步，左手缠腕哈，缠腕。转一圈，叉掌哈，成马步，掌心向前，力点在这个指尖哈。好，接下来盘肘，左手由上往下摁住右腕，退一步，左盘一下哈，往下缠。好，接下来反探哈，反探。往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力点在这个掌道这一块哈。我再做一遍，顿完以后盘走以后，转身反探掌哈，转身反探，力点在这一块啊，用这块技能哈，偷跑，这下偷跑惯了。
脱袍，就像脱个衣服一样哈。脱袍灌耳，立点是在两个前的这一块哈，灌耳，成一个那个腿成一个弓步哈，我正面来一个哈，就是成这样一个动作。接下来滚身抽掌，滚身的时候是直接两个，我正面来一下哈，直接这样滚一下，两个滚身，掌往下插，滚一下，滚一下，往这上部插哈。接下来掌背包，背包的时候是抓住，抽完以后，像拿了一个东西以后，腿往后扫，往前面摔成马步哈，往前面摔下去哈。我再来一遍哈，滚身抽掌，转身，这个要扫哈，扫腿往下背包，摔完，接下来偷条腿哈，就转一圈哈，你看，劈下去，背包摔下去以后，往前抬一下，转一圈，这个又挡一下，往前推。好，我这边来一下哈，推头掌哈，这样转一圈，你看，立点在这一块哈。好，第二小段就到这里。下面讲一下第二段的击技那个用法哈，咱就从里面就抽出几个出来简单讲一下啊。好，咱第一个是那个里面有一个盘肘哈，盘肘比如对方抓住我的手以后，我摁住对方的手以后，用我的肘盘他的肘哈，往下压啊，来我揍一下这边的哈。一摁住以后，或者是他抓我的手抓我的碗都行哈，摁住以后用这个别他的关节，别他的这个关节压下去啊，这就那个顿肘。再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下面一个那个脱袍灌耳，脱袍灌耳对方如果是双手攻击的哈，双手攻击的我可以带掉以后打他的两个太阳穴，啊，就是说双手打来的时候，我一拨开，灌了两个手，啊，就是说对方两个手一来就打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背包，对方伸一个拳过来以后，我一插抓住他以后，身体往里靠，往里靠。利用这个腰把它给摆，就是像那个背一个那个东西把它摔下去哈。好，再来，再这个背包再试一遍哈，就对方一个拳过来以后，我一靠身靠住他的腰顶，把他施让他失去重心哈，顶一下。哎，再讲一个偷挑推哈，好，就当对方打一个拳来的时候，我这手先把它往上偷，这个手挑，再上步推，好，再来一下，没有这把，再来，哎，技击当中它有很多，它就是说不挡不架，有好多就是。对方比如说他对方打一个直拳过来，对方直接过来以后，我不挡他，也不那个什么，也不跟他拼力量，然后我把他要打的这个位置我让给他，我的人走掉了，但我走掉以后我必须得我再换过身来还击对方啊。就比如咱第二段里面的那个有一个那个翻身劈，有一个翻身劈，我可以把位置让给他，把位置让给他以后，
我马上一个翻身，可以砍他一个腰部啊，从这边都可以攻击。好，下面我再把第三段哈整套演练一下。